大家都很充实。我得继续打扮出咱们的新品。我就是亮套，有点黄货啊。打出来了三十三单，今天大家都充实了很。最近又来了三四个节，咱的工量现在稍微干得快一点了。是。马上我这边正在打新款啊，没有咋录像，都是给大家看。新款马上出来，最近品质都可以上得快点了呢。嗯。现在五点了，工厂那边已经下班了。我爸在今天做出来时间差不多高了，你看这院子里头。明天差不多都放完了啊、嗯！现在咱这速度还是可以了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打7套。好，搓个卡是吧？搓个卡。好了，今天嘞，做出来货全部发完了。今天把剩下的100套都又发了。时间到，大家很快能收到了。今天我听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说嘞，看来好看是吧？嗯。这个是蓝色还是有点库存，还有那个春秋杯，摸摸这个质感，它整体应该都是皱皱的，蓬松感、柔软感可强。这些都是明天能做出来，很快能发货了，姐妹们啊，可以直接去店铺拍，包括这个春秋杯。春秋杯应该今天又能加了40套，这个40条这个预测了。昨天预测拍完了，今天新做了40条。反正现在能加库存都给他加上了。我给伟姐发消息，让他包四件套时候横出去包，给单撑满点，要不然的话容易烂。你明天来说都管。我先发群里，我明天万一切不来了。哎呀，我没拿你手机。你哪屋嘞？我给那屋了呢。任务完成今天的，然后。我的板间又打了两个新板，大象这个纯棉翻领板打好了，预计3天能上，正在做。给杨姨试要呗，给杨姨试要呗。好，先聊着呗。露出来没有你现在中好看。我都没有穿，姐妹，看看。等到过2天这个出成品时候再给他上。